好吃到炸鸡外带的，超可爱的，就是在一个大树下的那个咖啡。这间是我们附近很红的一间卖甜甜圈的。没有到我的裙子里面。哎呦 ，no！ 有没有这么悠闲呢、啊？天哪！吃完船面了，好好吃哦。等到自己来逛的时候，发现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哦，它好像又扩充了。大理工草咖，真是大年初一的一大早，我们要去洗衣服。我们就是一个习俗的破坏者。大年初一不能洗衣服，不是不可以，胆贵你。胆贵你是昨天吧？是吗？对啊，没有关系啊，反正它就是洗脱烘嘛，所以也不会胆贵你。对，所以这应该就不算。哎，这样是不是家里面都要换成洗脱烘？一大早洗衣店好多人哦，洗衣店一大早就要排队。你看，里面有人在洗，后面有人在排，洗衣服都还要排队。所以我们决定先吃个饭，应该差不多半个小时回来。你要去前面吃高宜海南鸡饭。兴奋，总算可以吃饭。上桌，就海南鸡就是一个简简单单又好吃的东西。觉得饭太干吃不完的人的话，一定要加一点这个，然后舀一匙的汤上去拉拉嘞。哦，刚刚本来放弃不吃的人，现在快把它吃完了，吃饱了。嗯，我比较推荐吃炸鸡，因为它的薄脆，吃起来的口感很好。好吃到炸鸡外带的，到了一个可爱的地方。可爱的，就是在一个大树下的那个咖啡店，它就在我们那个来洗衣店的旁边而已，一分钟。我们现在赶回去拿烘好的衣服，才能够开始展开今天的行程。换装完毕，我们准备要去椰林市集。那个还特地换了一个新的，对，昨天买的。然后今天是大年初一，所以我也穿有带一点红色。这间是我们附近很红的一间卖甜甜圈的，60几、70几，对，比较适合坐在这边吃。对啊。这边就是椰林市集，这市集一样，想买东西、想吃东西应有尽有，而且搭配椰子树，整个非常 chill。有没有这么悠闲呢、啊？天哪！那有 VIP 包厢哎、欸，就各位有限，可能就是要碰运气，就是他刚好要吃完，所以一直在旁边看着。对。然后这个漂亮的小凉亭呢，不要超过四个人哦，因为它下面是这样，那个木头没有很坚固，所以千万不要太多人上来。不要跟我一起走啦，我会觉得它会断掉。它一直在咬我鞋带。喂，哎，没。它躲到我的裙子里面。哎呦 ，no！这只就是刚刚很像翻白眼那一只。对啊，所以他们就只喝一点点。就去。喂小羊。拔不起来是不是？没有了，还在抢。没有了，没有了，他们会把奶嘴吃掉。他会不会把奶嘴吃掉？怎么叫这么可爱？我没有东西给你吃呢，你怎么就走了 ？Hello。
就是喜欢拍照的人呢、啊，非常非常适合来这个市集，椰林市集。你逛起来的感觉啊，会比去那个 JJ Market 还好玩哦，非常推荐。但是来这个市集啊，因为它比较偏僻一点，所以你回去的时候叫 Grab 会比较快。然后如果你怕司机找不到你们的车，就是要有一个人负责穿比较鲜艳，然后这样车过来就看得到。我们的 Grab 来了，传说中的三块船面，在这个2023的日子里还有三块一碗的面呢。就那时候看到这个价格啊，我都觉得有点不敢相信，觉得应该是10年前的事情，没想到现在还有。找位置了，来坐来坐。三块，然后这个是不一样的，然后这个好像是靠水的样子。除了船面之外，还有这个饺子啊、肉丸，然后那个炸云吞。啊？什么？你要吃这个吗？太多了啦，太多了，那不然我们就点这个就好。然后目前下午3点多，这边还是很多人在吃，把它当成下午茶在吃了。因为炸云吞已经卖完了，所以我们就点了沙爹。这一盘有15只，然后只要60块哦，而且蛮好吃的。那靠水的汤头其实也不输外面专门卖靠水的店家哦。目前你看到这些只是第一轮而已哦，我们其实还点了第二轮呢。面量来说，就是每一碗大概就是3口，1块钱一口，其实蛮合理的。吃完了，吃完船面了，好好吃哦！我突然觉得就是还好没有把它删掉。对，就是假如说你有来那个椰林市集的话，可以顺便过来，不然这边都算是比较偏的地方，才不会说特地来一趟。真的很划算，拜托大家一定要来。我们刚刚那一整桌满满的、啊，最后结账金额是多少，你知道吗？1、3、1，超便宜。有机会的话，记得来吃一下。对，我们又瞬间移动到夜市的现场，这边是礼拜天清迈最长的夜市，现在大概下午4点，我们来看看几点可以逛完。周日的夜市你就从塔佩门当那个起点，然后就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就好了。连庙的广场都变成夜市了，怎么会这样？ I can ride for you 因为看他们在那边摆摊要写中文，然后他来帮他写会比较快。默默你来，你比较会写 POP 、他写燕山文语85块，他写过 POP 让他写。我不知道他说这边要供的话，供是虾烟虾、separate。 我们莫名其妙就是帮他写好了一张，还帮他画了图。所以假如说你下次来逛这个夜市有看到这个 POP， 就是我们的杰作，现在蛮可爱的。会不会去曼谷有更便宜？如果没有呢？你都没有想过这件事？满丢了。就是周日这一场，就很多艺术家会出来摆。这边也是佛寺里面广场变成小支线，其中一个佛寺的小广场，那种传统甜点，这种我们好像还没有吃过。到现在5点了，还是有人在摆。周六跟周日的夜市摊位都会有一些那个雷同，但是也会有一些新的，像这摊昨天没有看过。哇，超大支线来了！现场啦！Life 呢？哦，然后说我们看别人介绍啊，其实是一个十字形，但是呢，等到自己来逛的时候，发现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哦，它好像又扩充了。它现在放那个空拍机到上面，然后上面会是一个万字形，就是一个佛号。整个就是在古城里面逛夜市的感觉也不错，因为你就会沿途看到一些你平常只是坐双条经过的风景，就变成慢慢走。我们又逛完一条支线的尾巴，现在他都会广播，就是啊，大家欢迎逛啊清迈的夜市哈、啊，但是啊，大家啊，请配合啊，不要抽烟，不要边走路边喝酒，啊，那也罚钱哦。哦，谢谢大家合作哦。
要放国歌了，大家就要站好。哇，这一棵应该是神木了耶，活生生的神木，就是在那个佛寺里面。这个是泰国的虎爷吗？我们因为要进来佛寺借厕所，然后所以可以看到他点灯的样子，觉得他比白天看的时候更漂亮耶。而且搭配这个很熟悉鸟叫声，我真的想知道他长什么样子。在夜市一直买甜点的人，夜市的完整地图在这里。这个是塔佩门吧，到那里到帕心寺。我们现在来逛到中心点而已。它是在警察局的广场里面耶，警察局的小夜市舞台。这新年节目啊，看到一个鸡肉面，我在看。好凶、哦！夜市的迷你火山排骨汤也很好吃哎。吃到快撑死了，然后看到这个还是要点，因为才80块。这摊意外的好吃，而且颗很大颗，如果你有逛到可以去看看哦。就是逛过周六跟周日的夜市之后，喜欢买东西也很适合来周日的夜市。吃的话你要嘛就是在头吃一吃，然后要嘛就是撑到最后尾这边吃，不然中间那边踩雷的几率蛮高的，只能这样讲。不过呢，周六周日夜市其实都很值得逛啦，然后如果你想逛比较就是精华一点的话，周六夜市会蛮适合你的，因为周日夜市真的太长了。前面，前面。今天应该叫白饭。嘿。哦，这边也有。再去招人客过来坐。所以他一定会载满的票。载满爆炸。But I'm so frustrated. Hello to my loneliness. I guess that ignorance is better.